就因为我今天晚没洗，你就要退桌？我不同意。就是，大家都成年人了，这么小肚鸡肠。我小肚鸡肠。要出门啊？约了朋友去露营。哎，三七，我外卖在一楼，帮我拿一下。可我快来不及了，反正坐电梯又耽误不了多长时间。这我快递也在楼下，一块帮我带上来吧。好吧。我受不了什么男性。你们谁又乱吐口香糖？合租的时候说了，公共区要保持整洁。哎呀，知道了知道了，一会儿我们大扫除行吧。真够啰嗦的。哎，我们继续看。回来了。你们怎么从我房间出来？我床单脏了没洗，就住一晚，有什么好介意的？就是，大不了今晚住我们房间。小气。那说好的大扫除？我待会儿要和甜甜一起去逛街，你不是卫生标兵吗？正好打扫了呗。就是，小事小忙我不是不能帮，我恶心的是你们对别人道德绑架，却理所当然做着极度自私的行为。三七，我工作正在客厅，你快送过来给我。我生病了，实在不舒服，打个车过来一下怎么了？那么娇气。可是喂，甜甜，能帮我把桌上的 U 盘送到公司吗？马上开会了，车费我转你。哦，我现在和金俊逛街呢。对啊，三七，你自己回来拿呗。好吧。三七，我们都合租一年多了，干嘛计较那么多啊？自私的人当然不会觉得别人计较太多，我早就不该对你们抱有希望。祝你们早日找到那个伟大的圣母室友。这是哪儿？他是谁？难道我昨晚不行？我得赶紧溜。李觉峰，这不是我最近看了小说里的残疾男主吗？难道我穿书了？算了，先溜。少夫人，你醒了。你叫我？是啊，少夫人。你哪里不舒服吗？没有没有，你忙吧。好的。啊，看来我真的穿书了。可那本书我才看了个开头，这不是变玩家？算了，不想了。虽然他残疾，但是他有钱啊。这个都包起来，还有这些都包起来。刷卡。好的。不好意思，您这张卡被冻结了。啊、那试试这个，这张也冻结了。啊，小姐，要不要试一下手机支付？那我拿个蓝光小样，其他的我回去再下单。狗男人为什么要冻结我卡？看我怎么找你算账！这是离婚协议，没问题就签了吧。离婚协议？还装什么？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？这什么剧情？我完全没准备。啊、我想起来了，简介上说离婚后就会人财两空、身败名裂，不行，不能离婚。还不签字？在等什么？谁说我要离婚了？你做了这么多，不就是为了离婚吗？我现在改主意了，不行吗？我已经决定的事，不会反悔。你不是残疾，跟我吃饭你还化妆？我跟男神在一起了，晚上我们要一起吃饭。不行，男神只能是我的。有了，哦、对不起对不起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呀，我不小心拿成卸妆巾了。我真羞你。三七，男神怎么来了？三七，你怎么了？他肯定不会喜欢我了。看到了吧，他根本配不上你，都是假的。我的爱情夭折了。三七，寻三七，别躲了，我出来。他怎么来了？难道是我送的东西？还你！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想跟我撇清关系？其实我早就见过你素颜的样子。总乱跑，为了他一个月还是不听话。三七，我有东西给你。啊，你放了吧，我待会儿去拿。我见过那个靓丽精致的你，但我更喜欢那个喂流浪狗的善良小女孩。这是我把身份证买的抵押钻戒，一生一枚，代表我会宠你，爱你一辈子，可不是你说还就还的。你愿意接受我这一生唯一的名额吗？既然是求婚钻戒，不能随随便便。我早就已经认定你了。我收了，就代表要嫁给你了。我们才刚在一起，什么时候收下，看你表现。反正绑定了你的信息，我这枚抵押钻戒迟早都是你的。去哪儿了？去网吧了。不可能，凯凯没必要这么心虚，而且去网吧肯定会戴耳机，头发上会留在耳机的压痕，现在却没有。阿明习惯右手戴表，但玩游戏时为了方便会戴在左手，可能他左手也没有佩戴痕迹，他肯定不是去网吧。嗯，耳边有压痕，鼻梁也有，这是戴过眼镜。阿明不近视啊，等等，是 3D 眼镜，他肯定是去了电影院。三七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不说话？没事，我去洗澡。现在是下午4:15，他是1:30出门。向我放映的电影只有两部是 3D 的，《阿凡达》时长162分钟，阿明一共才出门165分钟，排除哥斯拉是113分钟，离家最近的电影院是2公里，剩下52分钟足够来回，只要在河道下步数记录，4085步，出门前是293步，也就是下午走了6792步。阿明的步幅是68.2厘米，正常来回只要5866步，也就是说每一步的距离变短了。为什么要放慢脚步？难道说旁边还有一个人？放慢后的步幅为58.9厘米，人的步幅约等于身高的0.37倍，58.9除以0.37等于159，这是女生的身高。哼，别说和女生看电影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
你打扮成这个吗？哥斯拉好看吗？法拉利帅哥非要约我去看，已经在楼下等我了。亲戚，不错了。晚了，渣男。